Welcome to the Espresso, your daily shot of Chinese words with Catherine Xiang.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the Espresso。在这个频道呢，我们看字和词之间的关系。Hi, I'm Dr. Catherine Xiang, working at LSC, looking after East Asian languages there and also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Now, this channel is separate from my work at LSC. Nonetheless, it's my passion to help people learn Mandarin, particularly through morphology.Now, if you are one of them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but wanted to go a little bit deeper and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characters connect to each other and create new words and new concepts, this channel is for you.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hit the notification button so you will not miss out the new content. 那大家好，那关于我们自 Espresso 的现有的朋友们啊，非常抱歉，上个星期呢，因为老师去看了这个伦敦的马拉松啊，老师没有跑，但是呢，我有两个好朋友参加伦敦的马拉松，所以呢，我是他们的拉拉队，我是他们的队友，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跑完马拉松。那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也是第一次跑马拉松，所以呢，这个是在当天的马拉松的这个场面啊，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有趣。我不知道我们 The Espresso 的小伙伴们，你们是不是也喜欢跑步，是不是喜欢马拉松？每一次我看这个马拉松的时候，我都在想，哎，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尝试一下？但是呢，一直没有开始啊。欢迎大家给我留言，你们觉得老师是不是应该也尝试一下？在我们的一辈子里面，是不是应该至少跑这么一次马拉松，是一个 tick box 啊， good exercise， 你觉得呢？欢迎给我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继续我们的头字系列。那我们已经学了很多关于头这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的表达，今天呢要教大家的一个表达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比较常见的。那这个头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次序里面的第一个的意思。好，那什么样的词汇，什么样的词语会用这么一个组合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好，今天呢主要教大家四个词语，都是用头作为在次序里面的第一个这么的意思。那是哪四个词语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头等，头等。第二个呢是头牌，头牌。第三个呢是头板，头板。最后一个呢是头功，头功。好，那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好，第一个词语呢是头等。刚才说的头呢就是顺序里面的第一，那等这里的等呢指的是等级，等级 classification level， 头等 first class， right？ 所以呢这个就是中文里面的意思，头等 first class。那其他的词语我们肯定是坐飞机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或者说坐火车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头等舱啊，这个舱是 cabinet， 所以呢头等舱 first class cabinet for flight or for train。 那比较优秀的学生啊 top notch student， 我们呢也会说头等生，那这里这个生呢就是学生。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词语里面头等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最常用的词汇呢包含头等舱和头等生。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汉字怎么写头等。好，欢迎大家回来。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头等舱和头等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怎么用。比方说，这是他第一次坐头等舱的飞机，这是他第一次坐头等舱的飞机。头等舱的服务当然比较优质，头等舱的服务当然比较优质。小明是他班里知名的头等生，小明是他班里知名的头等生。怎么样才能成为学校的头等生呢？怎么样才能成为学校的头等生呢？
好，欢迎大家回来。所以呢，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头等啊，头等舱，头等身。那第二个词汇呢，我们要学的就是头排，头排啊。所以呢，头又是第一，对不对？那排 row 啊，那你觉得头排会是在哪里呢？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如果你去看电影，或者呢你去戏院，那头排呢就是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的意思。这个呢就是头排，是不是很简单？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个头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是 head row doesn't make sense, but first row suddenly makes sense。好，这个就是头排。我们来看一下汉字，头排。好，那我们现在呢看到了头牌的汉字和意思，我们就来看一下几个例句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抢到了头牌的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抢到了头牌的票。请问头牌的票多少钱一张？请问头牌的票多少钱一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学习的常用词，那就是头版，头版。那这个版的意思呢，是版书啊，the print or the edition。那头版 ，that means what? That means the front cover, right? 在你看一张报纸或者说一份报纸的时候，最前面的这个报道，我们就叫头版，头版。所以呢是第一个版本啊，第一个版本。好的，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汉字怎么写头版。好，头版的汉字我们看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词语怎么用。今天的头版有什么新闻啊？今天的头版有什么新闻啊？英国首相辞职的消息占据了各刊的头版。英国首相辞职的消息占据了各刊的头版。好，那这个就是头版的意思和使用。最后我们要学的呢是头功，头功。这个词语呢比较有趣，这个词语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词汇。那这个功 in the ancient time, 这个功 usually referring to 军事啊 military achievement, so you win a key battle, 所以呢就是立功啊。Be mindful the collocation, the verb is to 立啊，所以呢那立头功， so you've achieved, you've established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所以呢就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人，对不对？那就叫头功和立头功。那在现在的生活中呢，当然就不再是打仗了啊。但是呢，立头功呢，也可能是指在一个项目，或者呢是在某一个活动或者某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啊 ，the most contributor。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呢。立了头功，或者说立头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汉字怎么写头功。好，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现在就具体的看几个例子，头功怎么用。在这次任务中他立了头功，在这次任务中他立了头功。自从加入部队以来他还没有立过头功，自从加入部队以来他还没有立过头功。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有内容啦。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今天介绍这个头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次序里面的第一，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学的四个词汇都是
在头是这样子一个意思下的组合。那是哪四个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头等啊 ，first class， 所以呢，我们会说头等舱、头等身。好，第二个呢是头排，头排在看戏、看电影的时候呢，坐在第一排啊。那参加会议也可以啊，在参加会议坐在第一排就叫头排。好，第三个我们学习的呢是头版，那这个呢一般指的是新闻的报纸，在报纸上的第一个版面啊 ，front cover。那个就是头版，然后最后我们学习的呢是头功。那头功或者说立了头功的人，往往是在整个的这个任务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好，大家学会了吗？如果大家学会的话呢，一定要给老师留言，然后呢自己来造几个句子。那当然，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再给我留言。好，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必须要开始学几个跟头相关的成语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好的，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